第二个问题是我平常比较喜欢以唱的方法念佛，因为这样呢我觉得很清净欢喜，请问这样念可以往生吗？往生的条件不是这么单纯啊，如果只是说啊，我这样唱着念佛了就能往生，恐怕会错会意思啊。念佛诸位要看清楚，你看那个中国字那念字怎么写法，念字不在口啊，口里唱佛你没有念佛啊，念佛能往生啊，唱佛不能往生啊。念是什么呢？念是精心啊，就是你现在心里头确实有佛，这叫念啊，不一定在口上，口上念不念没有关系，心里头又没有佛啊，心里头真有佛，这叫念佛啊！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不是在口上啊，口上念是唤醒自己心里头要有佛啊，心里常常想着佛啊，佛是什么样子呢？那你就懂得是要那个经要念得很熟，佛的样子就是经上所讲的啊。经文太长了，我们很不容易记住啊，那我们就专选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，常常想着佛的心佛的愿啊，我们常常想就把佛的心佛的愿变成自己的心自己的愿，这叫念佛啊。你一生佛号都没有念，你想往生你都会得生，如果你心里头没有佛，那古人讲得好吗啊，一天到晚念十万声佛号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为什么呢？心里头没有佛啊，所以心要像佛心啊，愿要同佛愿，行要像佛的行为，那这个人肯定往生啊！啊，只要他想往生，他决定往生。啊，所以这个念佛，这个念字不能够把意思错会了。啊，只要你心里有佛，你怎么唱也行啊，这个没关系的。